这个东西看起来太香了，还不走，等死吗？啊，口水都流了。你这 AWM 是空投武器啊？别！我只是好奇，我其实不喜欢这枪的。你最好老实点。放心放心，我们是队友，你要相信我呀。为了表示诚意，我把三级头和你的三级甲换一下，你看行吗？不就三级头吗？还好我多准备了一个。妹子，我教你一招，你看好了。哼，男人都是大猪蹄子。大猪蹄子吗？提给你看。空投武器就是。你还给我躲玩猫猫是吧？倒是跑啊，你是逃不出我手掌心的。